从基本的验血、量血压到床边看诊，新山慈济仁义会的志工和医护人员全程陪伴。Dalam situasi macam ini, kita mesti bagi macam harapan, sokongan kepada diorang supaya diorang rasa diri diorang dihargai walaupun dia tinggal di rumah orang tua-tua. 因为毕竟老人在身体健康方面是需要多关注的，而且他们也觉得很开心，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是有被人家关注到，而不是老了就会被遗弃在旁边的。梦见啊，梦见我们来哦。志工们的热情，慈济们的活泼带动，让长者们度过了难得的欢乐时光。你们来给我们活一点呐、啊，活力一点呐、啊，不然每次不要静悄悄这样啦，没有什么活力啦。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感觉开心呐、啊？为什么？很多人来开心呐、啊。慈济仁义会的健检不只让长者们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，也为安老院带来暖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